极度了吧？哎哎，干！被杀！西巴！加油啊，熬过去！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后来想想，我觉得我很幸运。虽然我确诊症状非常严重，但是不幸中的大幸是什么呢？我确诊那时候四足刚好开踢，刚好第一轮开踢，什么阿根廷踢沙特阿拉伯，还被逆转，靠北，我喉咙痛的要死，但是我的心更痛，因为我下那个阿根廷赔率什么 1.1 哦，我下5万哎，想说买定存哎，下5万捞个5000的利息好像也不错，结果沙特阿拉伯赢了，零娘嘞，太衰了。我真的找点有趣的东西，然后看看影片，想办法撑过去。螳螂怎么说？酒桶哎、欸，酒桶的话，螳螂不错吧？顺便抓一下这个垃圾 AD。法洛斯中路哎、欸，这把我好爽啊！对，因为这边奇勒斯加金克斯啊。他们可能会在那边偷我们，直接中掉简单点啊！他好像自己开蓝了，很三级啊，打得了吗？这三小啊，你技能在放什么啊？技能到底在放什么？点你妈！老子对线，杀全部！不是，你在讲什么？你自己被人家三级搞，我从头到尾都在旁边看着帮你，然后你技能空了，杀不死怪我。螳螂一起手在叫什么？什么啊？螳螂不一起手要什么？难道走上去 Q 人吗？到底在讲什么东西？什么鬼？这是干嘛？15，15，到底在干嘛？欸、每一路都要人家帮，真的每一路都要人家帮，然后过来帮他们又送给你看。我都来了，我来掩护你们，你们可以退吗？不是说我来一定要杀人吗？我直接被抓、欸，好可怜，什么鬼东西？好爽。舒服舒服，这样超级爽，我这样真的好爽，哈哈哈，好舒服，你妈的该死的都死光了，哈哈哈，这把有机会了，有机会了，兄弟们，抢起来，耍烂这中单，我已经看到这把的洞了。兄弟们，你们有看到吧？秒！一气呵成，兄弟朋友，直接转，冲起来！呜呼！他会玩、欸，帮你打到升一滴了，那你还可以输啊？三小啦！打到升一滴嘞！哎、欸，这好离谱哦！没这么烂啊！干，我真没想到你这样都能输啊！我是真没想到，我的错，很懂事，真的很懂事。吃龙吧，吃龙香一点。在干嘛？为什么一打二啊，兄弟？到底有啥毛病？这一滴。我积极的在抢资源，他们也积极的在帮对面扩大优势，牛逼牛逼牛逼！啊！他开魔豆已经开始刷我的石像了。你妈的这么强，这 W 有点扯哎、欸！干，
这打野是不是小蛋啊？有点夸张，他每一个 W 都捏得好死，这什么东西？你是小丑吧 ，Misfortune？ 有机会吗？九桶在干嘛？顶级收割，维鲁斯反烂，要死喽！跟你硬换了，吃龙吃龙吃龙 ，nice nice nice， 哇，太顶了这波，我直接抓烂这个泽拉斯，打得他迷迷茫茫，三龙到手，帮他，哎呀 ，MF 怎么要被龙杀了？怎么这么烂了、啊？吃超慢呢、欸？帮他，求求了，帮他吃龙啊！他要死，还好他有治疗，应该不会死吧？不至于死吧？干，我这个心脏要跳出来了！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烂啊？这波他们会很装。好了啦。干你娘的、哦、没办法，一打五还杀两只，牛逼！牛不牛自己说，自己说啦，不要说都是我自己在吹，聊天是你们自己，好不好？大方的说，赶快啊！不然法洛斯要来 poke 了，赶快赶快赶快打掉，赶快打掉！说服。顶级，顶级，顶级，走位，来啊，定狗机啊！没事吧？尽力了，尽力了，能收的我们全杀光吗？顶尖操作，兄弟朋友们，顶尖操作，呸！该抓了吧，哪怕他有视野。有魔豆哎、欸，保镖哎、欸，保镖走了，保镖走了，维鲁斯，你这波怎么玩？你这波怎么玩？爪都不用按。抱歉，抱歉。抱歉，完了，坏了，看你俩耍智障，我没掉。哇，耍了一波智障。我的，我的，这波我的，没玩好。太了，太狂了，太狂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你一定要 A 他，你怎么不 A 他 ？MF， 你在抽三小，你 A 一下他死了。他没技能，你为什么不 A 呀、啊？你是猪吧？不。我这样好像在侮辱猪，这种节奏掉了、欸，还是我们再来暗杀一波？难被克掉了、欸，辛苦了。起来啊！我这不是有眼吗？他怎么蹲进来的？我这里有眼哎、欸。你是猪吧？就是这个角度，看你怎么知道？这你都看得到？啊！怎么有角度看到我？什么角度？我这波奇袭？打得如此隐晦，他都能抓到。喂，他们已经意识到对方螳螂就是一打五的存在，所以只盯我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请全国之力在盯我一个人，所有党政军、媒体、名嘴，啊，什么事啊？无情，收割。
再找一圈大的。不演了，不演了，不演了，不演了。喜乐斯很慌，喜乐斯很慌。小丑，操你老妈！哎，来，来啊！准备四龙，准备四龙。你到底在装什么？你到底在装什么？干你娘，这都被吃，塞你薄嘞！你真的要操他吗？先把他逼退，重击一定不失误，秒杀四龙，抢起来！GA 影魔刀吧，大影魔刀，我要我现在唯一的对手就是魔刀了，他现在也清楚的知道只有我能干死他们，我们直接买一把影魔刀，高手过招吧。烧不烧？缓三个。把他们统统杀光！要打119报警喽！啊，刚有个斗内很自信啊，特哥，你还是玩嘉文这类的弹脚吧，不要玩刺客了。我很敬佩你，真的，我很敬佩你，竟然胆敢在螳螂之王面前出此狂言。你很有种，你很有种，真的，非常带种。我在装什么？到底是装什么？结束我，我靠腰。走了走了走走，绕干绕干。那个恐惧已经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心里面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们现在时时刻刻都怕被螳螂刚屁股。哎，来啊，来啊，低能干，最后一下没鼓励，我要操死你，呼呼，走位，走，走不了，我只能说我尽力了，我最后一个 Q 本来要秒他了，时间到了，刚好没鼓励，他才活的，好棒，迪特你好棒，哎，又是一波一打五。不想说了，哇！不是我队友在这干嘛？哎、欸，拖一下，这兵要进去了，他就要 BBQ 了，搞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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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搞头，有搞头，搞他，搞他，搞他 ，nice， 再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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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给回，不给回，他加 BBQ， 他加 BBQ， 他加 BBQ， 酒桶极限一闪送头，打得很好，打得很好，酒桶，用你这条烂命去送头，哎、欸，怎么一堆垃圾在送啊？除了我以外就没一个正常人，你们知道吗？他就要曝光了，啊，门牙断光可以了，是真的可以接受，是真的可以接受，我可以接受。直接剁了吧？干！等一下，西巴。怎么会有法洛斯啊？哪来的法洛斯啊？喂，魔头一打全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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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他要把你们杀光了，好了吧？看你好烂哦，不要这边乱放技能好不好啊？看你超烂，你到底在干嘛？你能不能顶到一次？逮就不逮就不，哎、欸，他在偷吃，他偷吃，他偷吃，干他干他干他，他在吃，赶快啊！你怎么还在回城啊？他没魔了，赶快抢，抢他，抢抢抢，就干他就干他 ，nice，
掐拉索，掐拉索，掐拉索，世界冠军，世界冠军了这把。妈的，还能闪呐、啊，兄弟！一波了吧，一波一波过去，你也传太快了吗？你等冰镜坦他妈在传呐、啊！好了啦，好了啦，谁在 C？ 这蠢逼上单能赢，真的是上辈子烧的好香遇到我，到底凭什么？到底有什么资格赢啊？这？你看他打魔豆，一直一空，一直一空，根本就来送的。魔豆打了六万，不是你这不是你这畜生养的吗？还有脸一直逼，一直逼，一直逼，到底在逼什么？就看不懂在逼什么。就算遇到了野人，我们还是有实力一肩扛起一场游戏啊。